强的仙人腾空而上，不久就消失无踪了。原来王陵得道后，便有仙佛来接引，直回李天。这位茅山道士在亲眼目睹了父亲王陵的道历程，不得不相信天道虽没有神通法术，但确实能超生了死。于是急急忙忙地冲进佛堂，我要求道，我现在要求道，每个人都以为他在开玩笑，刚才劝你老半天口都说干了，说什么你也不求，怎么现在突然要求。